咁呢一個影出嚟就似乎大隻啲，咁但係佢哋計重量嘅，500 gram 好撚多㗎啦，半公斤 ，OK， 即係成一公斤等於兩磅幾啊嘛，係嘛？一公斤2.2係好似係咯，2.2磅咯，咁你半公500 gram 咪磅成磅嘅嘢咯，超過 OK。